全仔今日咁好天，带我哋边度玩啊？去石澳 BBQ 好唔好啊？好啊！带我哋搭咩去啊？我包咗个车啊！吓，小包都得包嘅咩？系啊，上车啦！呢度过去成半个钟，不如我哋玩下游戏啊！我最中意玩 game 嘅，我系游戏天后。输咗嗰个要负责透露嘅喎。你啊，定系我哋玩古歌仔。好啊，点玩先？喂，你喎、啊，即系你做佢估啦。系。香港嘅二人组合，男嘅好多啊 ，Side Boys， 好 hit 嘅首歌，讲你嘅性格嘅，抽到最名先，鱼，哦，啊，你记得可以讲几多字啊？可以，呢个系一个关于。一对情人之间嘅嘢嚟嘅，同、爱有关嘅。唔得，讲咗个名字，个字，耶、yeah. ！对变系啊，系玩死我啦！扣分啊！啊，我唔识广东歌噶。咩嚟噶？咩嚟噶？咩嚟噶？啊，又系呢个啊！等几个字先。但我想讲咧，你讲完呢一句，我咪知系咩歌咯？系啊。我扣分。你搞嘢，你搞嘢做咩啊？头先佢又系呢个，又系呢个咩？嗰个知系边个？即系嗰个。等先，佢错晒啊！先玩 game 啊！即系佢要错啦。我觉得你应该要投啊！错晒，我再玩。诶 ，OK， 等等，咪住。啊 ，OK 嘅 ，OK 嘅，好，嗯。四隻字，關於對一啲情侶嘅，跟住唔開心嘅。睇先，好啦，七個字嘅，係一啲情景嚟嘅，歌名入面有歌手嘅名，好紅嘅。男定女啊？男。七個字啊？情景係。我知，如果我是陳奕迅，哇，好勁啊，勁嘅，啲係唔係佢出嘅？乜鬼啊！你女輸咗啦，各位團友，我哋而家差唔多去到亞公南轉入去石澳嗰條路啦，好快就到噶啦。唔讲唔知啊，原来我哋平时成日搭嘅红 van 咧，一直都有包车服务噶，而且价钱咧比租用一般旅游巴更加抵啊，啱晒几个家庭一齐去郊游啦，方便又舒服，仲悭翻唔少时间添啊！走啦！喂，我玩完游戏瞓醒一觉就到啦。其實包紅 van 嘅服務一直都得嘅，法律上一直都容許嘅，因為我哋都有合違紀執照嘅。大家都好似唔知道原來呢樣嘢係得嘅喎，所以就借呢個機會可以話俾大家聽，小巴都可以包車嘅。希望大家想包車嘅時候都唔係淨係會諗旅遊巴咯，即係可以諗下小巴啊、紅 van 啊，即係希望可以帶到俾呢個行業，即係會多一啲嘅即係做大到個餅咯，可以令到呢個行業又再蓬勃啲咁樣。其實個費用咧就真係好視乎。時間啦、地點啦、距離啦等等嘅。舉個例嚟，300蚊其實可能係禮拜一至五非繁忙時間，12点到3点嗰啲時間，佢可能係九龍去九龍嘅程車。如果例如個距離遠啦，牽涉隧道費啦，咁嗰啲都會貴啲。咁同埋例如禮拜一至五嘅翻工放工時間，一定會再貴啲啦。其實最低咪就係一程，咁但係多過一程嘅時候，其實就睇下係其實都係一個 package 咁，即係如果想用架車幾耐就幾多錢。因為多數啲人咧，如果包車可能係一程。或者兩程三程咁樣咯，即係最簡單，例如結婚咁嗰陣，可能由女家去男家，男家又再去教堂，教堂又再去酒樓酒店，咁就可能係咁樣兩三程。其實包中定係分開咁程價，其實都會整體咁去睇，其實睇下佢嘅實際需要係乜嘢咯。其實紅 van 都好多及佢。都有好多人問下可唔可以去呢度去嗰度啊咁樣，十個詢問裏面可能有五六個咯，都係牽涉到其中一邊嘅目的地咧係及佢嚟嘅。
例如沙田啊、马鞍山啊、尖沙咀啊、将军澳啊，都会牵涉到一啲困难咯。因为人哋可能包车原本想包三程，由 A 去 B 去 C， 咁最后 C 嗰程咧就咁啱喺个禁区嚟，咁就难啲去做。例如上个礼拜有六七个家庭咁啦，每个爸爸妈妈带住个小朋友一车咁就去清水湾，平时可能嗰个目的地都要转好几次巴士先去得到，甚至落完巴士仲要行一段路先上到海。咁平时大部分人都系坐私家车，咁但系如果你私家车要咁多个家庭揸咁多个私家车去又困难啦，的士又会贵啦，又会转接啦。如果你搭巴士嘅话，又要等车又转车咁。车厢顶部嘅显示位可以转变成唔同嘅字句，配合唔同嘅场合使用，更加系一个唔错嘅影相打卡位嚟噶。有兴趣嘅话，大家不妨试下一个小巴包车服务啊！唉，宝宝，我哋要好好相处啦，我哋要透露啦。透露 ，Go！ 快啲啦，仲喺度移啊我唔系生活白痴嚟噶，食到夜猫啊！食得啊，烧得啊，嚟啦！哇！食啦食啦食啦！好痛我啊，等到蚊瞓啊！唉，食食啦！唉，喂，止食止咳咯，但好似冇晒叉，出去买啊！系啊，冇叉啊！唔够嘢食啊，买埋啦！